者王新宇台北报道，电影《低气压》由金马影帝张家辉自编自导自演，二月在香港举办群星首映会，圈内好友陈慧琳、王晶、刘伟强等人均到场。特别的是，正在巡回演唱会的张学友也现身，与张家辉在现场互挥兄弟档，气氛相当热烈。张家辉与张学友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不过两人是演艺圈出名的兄弟连，私下交情也相当好。张家辉坦言事前对张学友的出现不抱期待，最近一直巡回演唱，我知道他每天都要飞来飞去，联络也变少了，这两天通电话知道他回香港才邀请他一起来。张学友更夸奖张家辉作品上的进步，无论是镜头运用或是意识形态，都渐渐有个人风格。谈到之后的规划，张学友小亏对方以导演身份说话后，整个人都不一样了。以前很像我这样说话没什么重点的，但现在有自己的风格，很正经，搞得我都有点害怕，想叫你一声大哥。张家辉则笑回，别和小弟我啊，展现化铁的好感情。张家辉、华映极工陈慧琳中为张家辉站台，华映极工张学友又现身支持张家辉。华映极工